王云。下面比赛开始。你好，赵云彪。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王云抛到空中。各位观众，您现在观看的是英之故乔石杯2019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山东临沂站第三阶段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苏新元。大家好，我是张庆勇。嗯，张指导晚上好。阿苏你好。嗯，今天是最后一天一场比赛啊，两位选手左侧大家非常熟悉的刚刚在今天下午签约梦之队的王云，对阵来自吉林的赵云彪。比赛采用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王云也是同样来自吉林啊。比赛开始，第一局，王云。王云来自吉林省延吉市，赵云彪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对于王云来讲，山东临沂是他的福地啊。在去年的第一站山东临沂站的比赛当中，王云是拿到了冠军。看今年能不能够继续在这个福地当中开球时机蝉联啊。进一颗，过两个线。继续击打。赵云彪这位球员呢，攻守平衡，打法全面，对，比较全面的一位球员啊，没有什么太偏向的啊，哪一项目比较偏？啊，如果非要去找的话，可能一些比如说勾拉弹跳这种啊，特殊球，下去呢就肯定是12号啊，上去就是上方的13啊，上下各一颗啊，边扣球。还是从下往上吧。到这个位置的话是刚好有角度自然推上去啊，甚至于说带点低杆啊，从左边边扣往上都可以交到上方的边扣球。赵云彪在我们的中式台球国际积分榜上啊，现在是临时排名第35位，而王云是高居第6位啊。
上方丹东有个四号。黄奕，二号过渡上去，上方三七六。这杆球二号打进之后呢，需要给一些力量，往上多走一点点。红三交出角度，要发力。这杆出杆质量非常高啊。嗯。有角度啊，高杆轻推推下，继续第一局，王云胜，比分1-0，谢谢。第二局，赵云彪开球。开球时机，犯规。先后自由球，这两个人一上来冲球都不理想啊。王云是第一杆冲球就是开球失机，这杆是吊带了。嗯，赵云彪吊带了啊，先后没吊带也是失机啊，还好是白球吊带了。啊，一打一勾，配的非常准啊。13打进低杠和一退，15号左边继续中带向下，下方这个10、14包括11的位置都是非常开放的。停在那里就可以啊。好球，中低杆再向上啊。简单叫法，后面黑八就不强求，就是中带。
第二局王云胜比分2-0。谢谢。第三局，王云开球。好久不见了。嗯，你说的是哪位？洪金宝大哥吗？啊，每晚必到啊，右侧围栏边上啊，坐在那里。那边成雅座了哈。嗯。因为在现在 TV 台画面的左侧，正好是公共通道。对。那边的 TV 二号台是郑玉博对朝鲁门。哦。啊，观众是围得水泄不通啊。非常多啊。嗯。确实，郑玉博现在是中式台球的这个票房号召力。再来一顶，哎呦，效果还算还可以。十二号啊，十二号同样是11这个底带或者是右边中带啊。11交9，9再上去，12可以打底带，或者同样。看看王云怎么选择啊？嗯，这个位置基本交底带了。角度如果不支持高杆推弹一库，我就从武器缝隙中间上你就行了。中高杆斜上方蹬一杆。嗯，好，分离角。没太敢打这个球。角度是对的啊，但是力量太重了。还得高杆前冲。好球。今天一上来这王云这霸气十足啊。啊，这火力全开啊。三局，王云胜比分3-0，开球清台。谢谢。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第四局，赵云彪开球。
不确定，十号球右下方啊，这个角度看没有的，够呛。没有，想进必须接力啊。这边看到十号球的中袋，这杆球看看会不会直接直上直下啊？还是先挑十四，再走。有这黄衣的位置有点小尴尬啊，是否能够看得到？能看得到，倒是从下方可以去尽量的向十号的右边去走。中袋是有点小微妙。黄一，效果怎么样？翻进斯诺克。其实这个球停在白球停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相信赵云淼肯定心里想：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有一跳啊！非常标准的跳球啊，对，头顶肩肘基本在一条线啊，而且很像一个横写的大写的 M 啊。有心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把刚才这个画面截一下，当您遇到这样跳球的时候，看看对面站个朋友是不是这样的动作，很标准啊，接近就可以了啊。对，有些时候因为你的身高不够，所以说你这个踮脚也不够高度，那么跳球怎么跳？你可以在大臂的横向跟竖向上去找一个就支撑点，有合适的啊位置就可以了啊，协调一下。非常可惜，刚才一杆非常精准的这种翻带啊，讲道理已经把局面给解开了，对，打差不多了已经是。那到这儿的话，这五号肯定是要奔黄一这边来的啊。一种打法叫黄一，一种就是先上去叫二号。这是信心足，而且八号就停在这个位置啊，挡住了啊，值得一打。话是这么说，你知道吧？但是打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这个青苔的感觉，跟单独拼一个球的这个失误率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值得打跟有没有必要打啊有区别，是有区别的。你这盘拿下比拼一下还要好，对吧？这球我觉得较近呢，较到这个中袋附近向上打，王云应该是成功率会达到80%。尤其上来头几盘球，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不过这也就像篮球比赛一样，一开场扔几个三分球，先尝找找手感啊，不行咱们再打内线，看能不能搭到篮筐。但是你看这二号，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有时候不是让你随便去尝试就可以。再走，太轻了，太轻了。继续啊，一打一顶十四号。地带漏了。哎，这不应该啊，这失误啊，这对于赵云彪来讲已经把机会给你了，而且他的能力绝对能打进的啊。还是有杂念啊，王云是越打越快啊，打的这球这么说吧有点茅草。赵云彪这边，庄彪这边还是因为心里边，哎呀，有杂念啊。这分丢的，可惜呀。对。四局，王云胜，比分4-0。谢谢。啊，这是21楼。第五局，王云开球。加大了冲球的力度。再走，看角度，直就向后啊，直接地杆再弹起来。而这杆球如果有可能的话，带一些左塞是可以的，白球往下边多走一些，好球。
应该有六号，下方有五号，这位置呢在接打的时候出杆是有一些不太好打的，打六号再过渡啊。再走，位置不错啊，左边黄衣。整个篮球里现在目前比较难的就是一个现在画面的右上方啊，镜头里没有的一个边控的中带球，四号，左边中带下方的一颗。球，有力量稍稍重了一些啊，上去犯规，碰着四了。碰着四以后，我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暂停一下。裁判啊，和这个运动员之间啊，上哪块去交流？上哪去看？有回放。动没动？岁月碰到了吗？动了。OK， 非常薄，非常薄，非常非常薄。那电光火石之间啊。嗯。我们本次大师赛也是引进了这套设备啊。对，慢动作的设备。非常有效。弥补了肉眼的不足。对。基本上在有效的机位之内的有效画面啊，都是在录制之中的。基本上这场比赛里边，有一些球，只要在镜头内涵盖的，都是可以去看到的。好，今天我有种感觉，怎么觉得王云好像踩着风火轮来？可能想，第一个是签约了新东家，嗯嗯，又是第一场 TV 台，打得好看一点，对，给新东家一个好印象。想法没问题。结果很重要。嗯，就刚才那个细节啊，熟悉赵云彪的球友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啊，赵云彪这位球员呢是一位很诚实的球员啊。对的，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战术啊什么，很纯粹的一位选手。算十啊，比较直，就两库啊，高杆从上方再过来，角度大，中杆往上蹬，就是尽量可以坐得近一点就好了啊。对，较近较直，一定中带黑八。
第五局王云胜，比分5-0。不好意思啊，第六局赵云彪开球。这回冲球效果非常好，嗯，能不能抓住机会啊？我看一单一双进中带。单色球，四号球可以过渡五号啊，不需要改变球形。抓一个中小力啊，顺下来。7号，要出问题了，今天是怎么回事？在这找回了，真是这个不带这么吓人的啊。第六局赵云彪胜，比分1-5，开球青台，谢谢。第七局王云开球，
上来就选择这个长台啊？打进再上去，看有没有效果。刚好啊，左边十一号，那么还有一个右边中带的难度球啊。那这盘球炸完之后，我们也能看得出来，黑八的下面是特别开放的，基本上就是上面这些花球上半台。到了关键球，带口倒无所谓啊，关键是下面那颗，这球多走一点点，走正了直接低杆就拉回来。我一蹬一 K 啊，左边还有中带。看这个架势啊，不会说生干了吧？是不是中带有啊？难。哎呀，再打了。有了。哎呦，看这样，甩头一击震乾坤，又来了，复读机了我。甩头一击震乾坤。嗯。什么什么什么镇九州了哟！一支球杆压陆林啊，压陆林，南七北六十三省中式台球第一人，哎，反正谁上 TV 台，咱就把这事一念一遍，哎，谁也不得罪。那确实准啊，这球，咱们玩笑归玩笑，你看看，你看看这球，那操球，嗯，可以。吓了一跳啊，这球也是考验裁判的，手千万别哆嗦，护卫的时候要小心。跟我们平时玩的不是一个运动，是完全是，不要欺骗自己内心。就是我实话实讲，我吭哧吭哧打半天，也进呢，也打不进去，烦你。你也有崇拜者啊，对吧？有，对啊，200多个直线球那大哥问你，说这球怎么进的？你告诉我。我们就是菜鸡互啄，在活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的世界就俩人，一个他，一个我。够用啊，够用。第七局，王云胜，比分6-1，开球清台，谢谢。训练场，在职业赛场，以球员反馈制定严苛标准，也到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第八局，赵云彪开球。哎，镜头给到了这个后面王云的这个冲杆啊，三支哈，做了很大的一个准备工作啊，真是。这个能不能进？不进啊，下一杆又换一个，连着换啊。每逢比赛期间啊，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来咨询球杆器材的问题。在我们局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广告啊，比如说各个品牌合作品牌的一些试打的直播。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啊，
观看由他们签约的职业球员为您线上挑选球杆，包括台球技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有料官方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下边的有球课堂，对，有咱们的熟悉的张指导，还有马指导以及波茨波指导啊，对，两位老中医，一位老西医，一定有一款适合您，没错。那这杆选择和变化还是比较多，往回退可以打二，往前走可以打四啊。二号是否是比较直的？先做四号球都可以啊，嗯，对吧？往回点一下四号再下去。你打完四打六的话，白球都不需要跑特别远啊。没错啊。八局赵一苗胜，比分2-6，开球形态，谢谢。第九局，王云开球。冲球上劲儿了啊，又是两颗球进中袋，看选球是不是也上劲儿啊，好打的不打，打难度的。一顶再过来反手六号，有效果，对，打六角度刚好是向屏幕的左边走的啊，有机会把三九这边也解决一下。至少目前为止，王云的手感可以说热得发烫啊。嗯。你过去敲点酒都行。对。你说撞的还是没撞正，稍稍往下一点。王云可能想的是横平行的去撞酒，自然留这个五号球的角度。就稍稍往下了一点点，就差这一点点之后，这个点位看不清楚，打中袋，还是打，看不清楚，中袋，低油的中，着实让人羡慕呀。所以我现在不怎么打台球是对的，受不了这刺激。真的去球房啊，拧杆的时候，哎呦，老想着自己化身成。谁谁谁啊！一上我就是我自己。
谁也不是。那你就是你，对。嗯，留直了吧，没登上去呀、啊、这个球。那这一杆应该是极限杆法了、啊、如果是要强行较位，那就一定要用一个非常强的左塞啊，还有发力。对，嗯，不往里打吗？现在不好判断啊。对，有可能要养一杆。十秒，延时。一杆，嗯，差一点点。对，运气球吗？要不要抡一杆？还是说打一个减速啊，白球沉底，然后黑八轻轻打起来，做一杆防守。十一号准备中带，九号这边横向有机会可以用十一做斯诺克。但这种横向距离是有可能被跳下的，有一定危险。十秒，延时。学一个坎贝尔，勾底带。嗯，那是这意思。今天早场的比赛，坎贝尔啊，澳大利亚的选手。一个右侧往左侧来勾下，空心响带，世界波。
一个不是太难的中带，八号球打后了。有没有运气？第九局，王云胜，比分7-2。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何为外交家？他们底蕴深厚，睿智从容，代表一国形象。他们游刃于国家级重要场合，是国家的先锋，被称为国家第一名片。在澳洲，有一种葡萄酒一直跟随外交官一起传递澳洲文化底蕴，被当作澳洲名片赠送给各国政要，被称为外交官用酒。它正是澳洲天鹅庄外交家系列葡萄酒。I always enjoy drinking Osborne wine. It is a distinctive style of Australian wine, which showcases the very best in Australian wines. Mr. Li Wei, the CEO of Osborne, after deep conversations with him, we have come up.With the Diplomat series. We hope and believe that the Diplomat series will be an Australian business card introducing Australian wines to a wid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天鹅庄位于南澳的巴罗萨，这里名庄云集，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雨量稀少，是酿酒葡萄生长的天堂，世界三大知名葡萄酒产区之一。天鹅庄的葡萄园可以追溯到1908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园之一。老藤葡萄酒柔和的单宁、浓郁的果香以及成熟饱满又不过于厚重的口感，是澳洲名庄葡萄酒典型的特征。天鹅庄外交家系列葡萄酒共有3款产品，分别是大使珍藏、公使、领事，每一款都由澳洲顶级百年酿酒世家采用南澳传统酿造工艺悉心酿造而成，每一款都将澳洲经典葡萄品种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款都有独立编号，限量生产，堪称澳洲葡萄酒代表作。 When I was the Australian ambassador to China, I was known amongst my friends with the nicknameThe Australian Wine Ambassador. That's because I enjoy sharing wine with my friends, giving wine as gifts. And one of my favorites is the Osborne series of Diplomat wines. This new series, I am sure, is going to be a very big success. 澳洲天鹅庄外交家葡萄酒，外交官用酒，天鹅酿酒集团荣誉出品。商家加盟火热开启，加盟球房将得到阿里系产品导流，有机会参与阿里体育球星到店活动，能获得阿里体育台球衍生产品官方授权销售资格，还能获得大数据球房评级，等级越高资源越多，更有智能设备支持，提高用户粘性。垂询电话400-1008147-1500-88-8465。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
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赵云彪开球。六号需要球，这里边可以去主要先把这个左边七号球的组合球这位置看一眼，是否是一个自然角，如果是的话是不需要去顶的，找其他的单侧球向下一传，刚好传进之后呢，又一颗单侧球顶在了左边袋口附近。有机会要借力啊，借开之后呢，右边袋口刚好，六号也能绕出来，厚了。好球啊，一打一带。哎，犯规！这你又给一自由啊！啊，今天赵云彪这个莫名其妙的失误太多了啊！讲道理，这个球撞完了石，周围的空间很宽阔啊，往那边顶一顶都不怕的。都以为是手拿板钻的球了。对，
杆横到十三号球左侧就可以了。十局，王云胜，比分8-2。谢谢。十一局，王云开球。开球时机，王云两次开球时机，再有一次判负一局。稍等，继续击打。七号球啊，或者五号，主要是调六，你这么一撞是有效果，左边应该还能打，而且这个八号在缝隙里边的右下角底带，哎，看了一眼，右下角就这边这个底带有可能都是够下的，就是九跟十的缝隙里边啊，没有挡住。转过来，六号球，角度一点点向下，十秒，上方三，下来一，左边四。稍稍有点多啊，向右边走，尽量轻打，轻打撞到九之后啊，那就停住。
杆杆不够低啊。现在王源也在想办法，要不要把自己的花色球往八号球身上去贴。十秒，方就要贴死。犯规。自由球。这个位置已经是非常好了。正在打进一颗，下方有一个底带。看角度，应该还有机会去敲一下下方十二号的右边啊。好球，好球，有把握十二号继续高杆回来再搅。底杆先上去了，十五号。这样关键球，他就决定了后面最下方的那颗，就要到右边向左的角度。合适啊，中低杆，右边滑过来，较直。
关键一击啊，漂亮啊！这一盘我相信咱们在日后有这个视频回放的话，会被很多教练跟球员拿来作为防守反击的经典的一局啊。十一局王云胜，比分9-2，谢谢。12局，赵云彪开球。开球时机。稍等。开球时机，王云是两次，赵云彪是一次，继续击打。8号球应该是右下方的底带，貌似是够啊，右边中带，左下方底带，都够打。照这个方向来看的话，8号球应该是很大几率是右边中带了啊。底带没有，那就是右边中带。可以先做9号球啊。角度不合适，换了。巴里蹬边库起来，左边是没有的。他会不会夹着很强的右塞啊？推进，有右塞起来，中带好球。这种球一定是旋转大于力量。好球，好球。
12局，王云胜，比分10-2。谢谢。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三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修第13局，王云开球。依旧稳定的冲球。哎，七号开球时机，王云3次开球时机，判负1局。没过去吧？第13局，赵云彪胜，比分3-10。你再看一下啊，两球，进带一个，14号，七号，七号，七号，哎、没过去。14局，赵云彪开球。这个开球时机3次以上啊，是算清零的。累计再有3次的话，才会再次判负赢。打进留点角度向下推啊，5号交给8。啊，比较直，打歪一点点带着能过来。
这是为什么呀？怎么就不敢往里打呀？其实他也想进啊，就是保守了一点。这是，哎，这角度要是合适的话，直接低杆也可以考虑下来啊。看样子是比较直啊，低杆向后发力。十四局，赵一秒胜，比分4-10，谢谢。第15局，王云开球。左下方是有一个借力的啊。七号球先弹库边，下来。可不可以钻出来啊？打跳了，中带还有一打，
而且是比较直啊。红三右边如果没有的话，这杆球还需要低杆。这杆球赵云彪应该是先奔三去的啊，看看角度，支持奔三走。刚才那个发力，刚才那个球发力的那个就是底带那颗球了，钻出去应该是奔三号球去的，但是打跳了。再来，还好周围球可以过渡。十五局，赵云彪胜，比分5-10。谢谢。第六局，赵云彪开球。比赛时间已过半，一号球被守住了。啊，能否由其他球能够再来去调一下啊？两个都是就角度向上的中带球，啊，防守。左边边库啊，白球直接往屏幕左上方去放，九号挡六号就可以了。放到这里，这个白球要往回走，最起码红三中段要打。还是打薄边往上放。这么放个安全，你还能打活一颗球。
木仓这边还是有拼球，右下角底但是没有被挡住。十六局，王云胜，比分11-5，谢谢。17局，王云开球。铁球。拿不下来。这一上来啊，顶得非常准啊，赶紧过来看10号有没有。
从刚才的俯视角看，就感觉多少咬着一点。嗯，现在是选球阶段，一定要选上这花色球啊。翻，有机会看能不能借力，还是要去先挡一下，增加你的进攻上的困难。但是从这个方向能看到，十号球在现在屏幕的后方啊，从边库的这一侧，还是有机会可以进攻的。哎呦，这个杆球借的不好啊，本意肯定是没有想借力啊，因为借完之后现在右边的这个球是没办法单独进攻了。中带看看是不是又过头，确实走的太多了啊。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嗯，不过就咱俩看吧。观众都是在自己家里看着电脑或者手机在鼓掌。嗯，确实这个安球啊，偷了一点点带脚，法阿利又在横带过来，还有关键的八号球。十七局，王云胜，比分12-5，谢谢。18局，赵云彪开球。左边中带12号下来，可以13之间11，
十秒，单色。啊，也可以啊。嗯，搞一三可以两边打，感觉一号的右边底带应该还是有下的。三号如果有下的话，三号协调七的右边底带是刚刚好。花色就是十一协调十，单色就是这三条七，或者一条七都行。杆关键三号位啊，避开十二号增力杆啊，左边边后过来发力，再弹起来，看角度，比较直就往前蹬一点点，对，不要太多，一点点好球。打七，从下方你是绕啊，还是直接带着一个左塞从下边上去再上去都可以啊，因为你这绕有可能要。碰石不行就推下去，带一点点的左塞高杆，不要太多，了还是得还是绕，对，推有风险，担心他下低杆的时候刮个薄边啊，那底带底带，嗯，本轮比赛是第三阶段的比赛啊，双败淘汰，赢球的一方进入到胜部，落败的一方呢跌入到败部，还有机会。这边握手了，恭喜王源获得胜利。好，那么今天 TV 台所有实战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张指导精彩的点评，感谢阿苏，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明天的比赛时间发生变化，上午九点钟比赛开始，明天上午九点我们再见，明天见各位。
员张豹记录。小雪，李志。神球，孙悦。支队，TV 一号台。